你就说一下，这左右都可以移动就可以了。这个我们这个是干嘛用的？这个松掉，左右，重新来，这个是锁紧的，这个松开，这个就可以左右左右摇。就像这个炮，就像这个是左右摇，相当于一样的。这个。刚才也移一下就好了，刚才移过了。现在我看一下这个板块还有五分钟，走远一点。刚才我们可以。原来这个位置就变掉了。慢一点。 拿起来，我们对比一下。再摇回来了。方向一样的方向吧。拿着一样的方向。你拿着，我也聚焦一下。 加了就放下来，行吗？是吧？等一下，释放一下，慢一点。手指拿一下，敲一下开关，手指指一下开关。拉出来，不，你别拿着这样，等一下，你手这样，先空手是走一下，空手是，空手是拉一下，对，我对。知道吧？你就这样，拉了就知道。 开起来，抓子，抓子。加料，这个放掉了。哪一个？这个加料开关。这个是哪一个？